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啊！那我们继续来讲这个《归敬三宝记》的《归敬法宝记》。好，那上次我们讲到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啊，那《归敬法宝记》啊，就是赞法宝。他说：“有无二见灭无余。”诸法实相佛所说。尽常住不坏，尽烦恼。其所佛所尊重法啊，就是归尽啊，其所佛所尊重法。那么我们上次有说到啊，这个是所谓的啊，这个是所谓的法相，般若波罗蜜相啊，这个是般若波罗蜜体，这个是般若波罗蜜用啊，基本上就是般若波罗蜜的体相用啊。那这个是佛所尊重法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也就是现在要讲的大智度人要解释的这一本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。那我们再来看啊，这有无二见，灭无余啊。先来看，我们说啊，我们引一本经啊，它基本上就在讲这部经的缘起法，那就是诸法实相啊。诸法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就是诸法实相。那么它就是诸法实相就是缘起法，那么缘起法就是离有无二见的啊。我们来说，把这个把先把这个道理啊，先我们先把它弄明白啊。他说啊，《杂含八五四经》啊，就上次我们有说了啊，《八五四经》。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啊，就上次我们有讲啊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此法常住，啊，法住法界啊，此法常住，啊，它是没有改变过啊，不管有佛无佛，它都是这样啊，法住法界，彼如来自所觉知啊，臣等正觉为人言说。开示显发，好啊！为原无名有形，乃至原生有老死，忧悲恼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好。那这个是佛法的核心，叫做缘起。所以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。佛就是在说，在是这个世间说缘起。那是《归敬法宝经》完全是在说这个缘起法。那么有无二见，灭无余啊，就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啊。那龙树在解释啊，般若波罗蜜相就是灭有无二见。那么基本上，因为缘起是这个叫做流转的啊，我们上次有讲流转缘起的，基本上有流转跟幻灭的，持有故彼有，这个就是持有故彼有啊。等一下我们再讲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啊。上次我们讲到这里，持有故彼有。另外一个就是此无故彼无，
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熟悉，因为所有的佛法都在讲这个，啊，讲这个世间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轮回，为什么可以解脱啊，他就在讲这个。好，那这个是有无二见啊，那么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有是指原无明有形。啊，那么我们先知道这个无明形是名色，缘起是这样啊。无明形是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啊，生后面就老病死忧悲恼苦就一起了啊，老病死忧悲恼苦。好，那这个一般我们叫做十二缘起，其实就是简单讲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生命，为什么这个生命会受苦啊，就是简单讲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轮回。所以佛法就在讲两件事嘛，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轮回，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轮回。再实际一点，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，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啊，其实要讲这件事而已。你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，你就不可能解脱。为什么？那个因没有灭啊。好，那现在来讲啊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决定都是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是佛所说的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它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常住不坏。诸法实相其实就是缘起相，诸法缘起相啊。那么所以它就是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就是解脱的智慧。波罗蜜是到彼岸，般若是到彼岸的智慧，就是解脱的智慧吧。基本上它就是这样而已，就是你先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受苦，你才可能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啊。好，那你现在知道啊，所以这个缘起法大家应该要非常熟啊。那么你看，他说彼法住法界，那我们刚才我们昨天有讲啊，他是说法现法住法界，法会有佛无佛。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啊，我们基本上讲啊，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就是有佛无佛。他有时候讲两个，有时候讲三个啊，有时候讲五个啊，有时候讲多一个法定啊。那我们就解平常说的法性法住法界法位。好，那我们说法性是什么？法性是本来如是啊，他本来就这样。什么叫本来就这样？非佛作亦非于人作啊，就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非佛作亦非于人作啊。有的经也这样讲，不是佛，不是佛让他这样的，亦非于人作啊，也不是其他的人可以让他这样，不是上帝，不是谁可以让他这样的啊，他就是他本来就这样。若佛出世若不出世，他都是这样啊，就他叫做法性。法性性就是什么？不变的。他就是本来是这样，他有本然性啊。我们说他本来如是，法性是本来如是啊，本来就这样，就你看到了这样啊。缘起法，法住住，一般我们说只要看到住，你就要联想到住就是不变，生住异灭，所以他一直如是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。两千年前是这样，两千年后也是这样。过去是现在，过去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未来也是这样。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缘起法是这样，过去也是这样，一直到未来还是这样。这个叫一直如是，一直都是这样啊。这个是它的本然性，这个是它的不变性啊。一直如是。法界，界是类别的意思，就是什么？普遍是这样，东方是这样，西方是这样，南方是这样，普遍十方都是这样，在印度是这样，在中国是这样，在人是这样，在牛是这样，在鬼道也是这样，在天道也还是缘起的，也还是无明缘形形缘式的啊，也还是持有故不有的啊，他还是一业轮回的，一智得解脱的，基本上不会改变啊。那么这个叫做普遍如是。法位，位是位是位次的意思，秩序位次，前后。前后位次啊，这《法华经》有一个句啊，是法住法位啊。那么这个是前后位次的意思
位次啊，就谁在前面谁在后面，就是什么原无名有形，无名无名之后一定有形，形一定是因为无名来，无名原形，形原无名啊，就是无名原形，就是你因无名有业，那因业这个事啊，就因为这个业事来投胎啊，类似像这样，然后投胎之后，那么因为六路触受爱取有生，就是原无名有形，前后位次不会改变，你不会说无名之后直接就是爱啊，那不是，它一定是业，业一定会引发这个事，然后去执取这个名色，那么它这个有前后的位次，乃至于原生有老死啊，你的老病死忧悲苦恼一定从你这个身体来，你有这个生命来，没有这个生命就没有这个生命的病苦，所以你的所谓的一切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老病死，这些种种的忧悲恼苦都是因为有这个生命，那这个生命一定是从过去生累积的这个有，我们说潜在的业力，过去生累积的这个叫做过去生累积潜在的这个业力而有的，你才会来投胎，你过去生如果没有这个累积的业力，叫做不受后有，你就不会来投胎，不会来投胎，你就没有后面这些老病死，所以这个前后的关系叫做位啊，所以他基本上是在讲缘起法这件事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，无名缘形，形缘事，缘无名有形，乃至啊缘生有老死啊，那么这一切基本上就是前后位次，它不会改变啊，那这个叫做法位啊，那么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因果如是。就是我们说的如是因，此有故彼有，因为有无明，所以有无明就会推动造业，此有故彼有。那么这个对他来讲，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如果对他来说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因为有业啊，你这个事就会去投胎，那么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，这个如果是果，这个就是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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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如果就是因，因果如是，这叫做什么？法位。好，那这样大家就清楚了。好，那现在来讲这个诸法实相，我们说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，佛所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基本上就是常住不坏诸法实相啊，这个上一堂课我们有跟大家引大致都认的啊，那他就是灭有无二见啊，这个我们再讲一下啊，就是因为这个缘起法是这样的，那么还有流转，这个是流转的，还有还灭的，还灭的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缘起，我们叫做它有流转跟还灭。好，我们把它写在这里。好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啊，这个大家清楚了。这个上次也跟大家讲过，我们再复习一下没关系啊。有因有缘世间集啊，这个其实非常重要，包括我们平常在修行在日常生活里面，那么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，今天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今天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今天这个道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有因有缘世间集啊，那么你都必须从因上去了解，那么才能够从因上去什么隔断它，你如果不从因上去解决，你没办法解决，因为什么？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，法位就是你没有解决掉这个，你就不能解决这个。此无故彼无嘛，此有故彼有嘛，啊！但是我们大部分解决方法都不按照次第，修行也不按照次第，你没有正见、正思维，然后你坐在那边，然后就可以想幻想着你可以解脱，不可能。你没有戒没有定，你就以为啊，你读了几本般若经，然后在那边想诸法无我，那就可以得解脱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这个就是什么法位，它必须要有一个次第。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嘛，修多罗次第所显，你必须要了解修行的次第。你断烦恼也有次第，因为它生成是有次第的嘛。啊，那一样的道理啊，有因有缘世间集。这个世间啊，我们说过它有三种世间，一个是最主要是有情世间。就是我们嘛，因为是有情在流转生死啊，有情里面的人在流转生死，就是我们。佛法是讲给人听的，五蕴是人有的，人才有的特殊现象，
其他的无色界的众生不一定有五蕴啊，所以这个缘起这个是就人来说的啊，所以有因有缘世间起，从这个有情世间里面才有所谓的正报跟依报。有情的正报是五蕴，是人啊，从人来讲它是五蕴啊，无色界的众生就不一定五蕴啊，它的依报是什么？国土。所以就形成什么三种世间，叫做有情世间、五蕴世间跟国土世间啊，一般讲的世间是这三种嘛。好，那主要是针对有情世间，就是针对人有情里面。所以我们说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缘起的重心是人。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么有因有缘世间灭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好，那这个就讲到位次啊，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，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，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，乃至于苦从哪里来？老病死忧悲恼苦从哪里来？从生来啊。那么这生从哪里来？从有来啊，就这一切啊。那重点在这两个，无明跟爱，重点在这两个，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啊。那好，那这里就是在讲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那么正见世间集的，你了解正见，如实之见叫做正见啊，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啊，就是如实正见，所以中观叫做如实正观啊，如实正见。阿含经里面佛陀常常跟这个佛弟子讲，要如实知，如实见啊，那如实正见啊，所以诸法实相如实。那么缘起，你要知道有因有缘，你要知道凡是一件事，凡是一件事，它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现前的现象叫做果，一切现前的现象叫做，比如说这支笔，这支笔已经是一个缘生法、缘所生法，它是一个果，它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啊，那一定有它的道理啊，因为它有什么组成的，然后谁把它组成的，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啊，那么它一定有这个道理，那你要把它拆掉，让它失去那个作用，那你必须要从它那个因下手啊，那你把它的水抽掉啊，或者把它烧掉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它就没有了。那么基本上有因有缘世间集，有因有缘世间灭。所以从那个地方来讲，有因有缘世间集，世间是一个果。假设现在是苦啊，那苦就是一种我们不愿意见到的现象，人事物，比如说轮回，轮回是一种现象，我们不愿意轮回啊，或是我们不愿意给人家骂。啊，给人家骂是一种现象，那个人骂我是一种现象。好，那么这个一定也是有因有缘啊。那么基本上你要从因缘下手，你从因缘下手。好，就好像说这个地方很多蚊子，那你不想给蚊子叮啊，那么你必须要从蚊子的因，为什么蚊子会喜欢在这里？你要去除它那个生长的环境，而不只是消灭蚊子。因为你消灭完了那个环境在，它还会再升起，不断的升起，不断的升起，你永远灭不完。这批灭了又有下一批来，这批灭了又有下一批来。我们的苦也是这样，这个苦灭完了，下一个苦又来了，啊，那么你永远在这个轮回里面，在这个循环里面。那么，所以佛法告诉你，缘起就是你要找到那个因。所以四谛叫做苦集灭道，苦是现象，不愿意的现象。那么最不愿意的就是轮回。啊，然后忧悲恼苦，好，那么集就是你找到那个因，集就是因啊，苦集灭道啊，所以缘起就是四谛哦，缘起就是四谛哦，四谛就是缘起哦，啊，你不要以为说阿罗汉见四谛，辟支佛见缘起，见缘起比较深，不是，缘起就是四谛，一个是重的，一个是狠的说明，缘起是重的说明。四谛是恒的说明啊，概略性的说明。这个集就是因，有因有缘，你找到那个因。那世间集，世间就是苦。那灭道，你就是找到，你找到那个方法灭除这样的因。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正见世间集者，正见世间集者，你正确的理解这个道理的人，不执着无，不会认为断灭，因为有因有缘，世间就集嘛，你不会认为无。正见世间集者，不生无见，你不会执取世间一切是空无的，不会。正见世间灭者，你也不会执取有见。这个人一定会这样，一定是这样啊，没有一定，凡事都是因缘而合，
那么你要灭掉这样的现象，你必须除掉那个因缘。好，那么你了解这个有无，这个就是有无二见啊，你不执取有，也不执取无。好，那这个我们理解了啊，大家还要细细的想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有无二见，面无语啊。诸法实相佛所说，诸法实相常住不坏啊。佛所说的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你看它就是这里。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此法常住啊，实相法住法界，这个就是诸法实相啊。比如来自所觉知，他见了这个实相，成佛，为人演说。所以什么？佛所说嘛，都为人演说啊。那佛所说的法啊，这个基本上也可以说佛所说法啊。我们在第一节。应该是第一节吧，忘记了。第一节里面就有讲过，佛所说法是什么？来自于哪里？佛所正法，佛所觉知的，佛所正法啊。所以说，佛是法根、法眼啊、法依嘛。佛所正法，我们叫做从中出教嘛，叫做宗教，从中出教。你所证的，你把你所证的用世间的语言讲出来啊，用世间人理解的名相概念说出来。啊，然后让人也能理解，啊，那这个是，所以他这里就是，比如来自所觉知，自己觉悟的，他不是人家讲给他听的，他是自，这个跟一般的阿罗汉不一样，阿罗汉是佛说给他听的，佛是自己觉知的，那么成佛之后为人演说，开示显发啊，就是讲出来，然后说明他的道理啊，解释他的内容啊，就是现在就讲体相用嘛，啊，好。那好，那现在这里讲完了啊，我们再来讲这个佛所说的这些波罗蜜，它的作用尽烦恼啊。我们来讲这个《大智度论》卷一百啊，它最后讲到波罗蜜的作用，当知波罗蜜因缘故啊，这《波罗经》里面就有了啊，就是因为波罗蜜啊的因缘啊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啊，你就是因为智慧啊。那么无明灭，无明灭则行灭啊，最重要。怎么灭无明？怎么灭无明？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事灭则名色灭，乃至于生老病死、忧悲恼苦灭啊。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讲人的主要烦恼，无明跟贪爱这两种。好，那先把这个解释完。当知波罗蜜因缘故，能成就一切功德者，这个是在解释《波罗经》里面的啊。那么。波罗蜜能成就一切功德啊！他说，诸菩萨等，就是这些修学波罗蜜的菩萨，得波罗蜜，他主要讲啊，贪欲、嗔恚等在家罪过，就是这些业啊，罪就是苦果了啊。邪淫、戏论等出家罪过，他说这两种烦恼皆悉除灭，得心清净。这两种皆悉除灭，得心清净。心清净故得一切功德成就。那么这个是在解释《波罗经》的啊，我们把这个擦掉。解释《波罗经》讲佛所尊重法，就是指这个《波罗蜜经》啊，也就是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现在在解释的这本《摩诃波罗蜜经》啊。那么它的体相用，那么因为这样啊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用啊。正生死以脱生死，导万恨以入自海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啊，好，我们把它擦掉好了，等一下写在后面好了。好，那写《波罗经》的，他说《波罗经》里面这样说啊，他说《波罗经》卷二十七啊，《大品般若》就是现在我们讲的《摩诃波罗蜜经》啊，我们就把它叫做《大品般若》卷二十七，他是在说啊，他说波罗蜜。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十方诸佛母啊，三世十方了啊，诸佛啊，诸佛母啊，就是能够因为波罗蜜才能够成佛啊，所以叫做佛母啊，出生诸佛十方，因为是诸佛母啊，所以十方诸佛所尊重故。所以这后面才会讲其所佛所尊重法啊，他其实十方诸佛所尊重故。
因为之所以能够成佛，之所以能够成佛不轮回，可以度众生，都是因为缘起，如实知见缘起的智慧啊，讲这件事。所以十方诸佛所尊重故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大智度论当然解释这个经啊，那因为他说得般若波罗蜜，贪欲嗔恚等在家罪过，邪淫戏论等出家罪过，皆悉除灭，皆除灭啊，皆除灭。所以我们说那个用啊，现在我们来讲这个用。我们说刚才讲那个记，有无二见啊，灭无语，这个是相，诸法实相常住不灭啊。那么这个是体，那尽烦恼啊，尽烦恼是用啊。我们就来讲般若波罗蜜的用，般若用，般若的体相用的用。好，它的体就是体就是刚才讲我们的诸法实相常住不坏。相是有无二见，灭尽无余啊，那应该是这么说啊。我们现在有讲啊，诸法实相常住不坏，有无二见，灭尽无余啊。这个我们刚才解释过了，这个也解释过了。这个用尽诸烦恼，除诸罪过。那一定要先尽诸烦恼，才能除诸罪过。这个是因，这个是果啊，因为罪过就是业，业报。我们叫做他们业报果报，我们叫做我们这个就是果报，果报生啊，叫做业报生，也叫做果报生。果报生是从什么？是从烦恼来的啊，有因有缘世间集嘛啊，也是在讲这个道理。所以你一定要尽诸烦恼，才能除诸罪过。那么你是因为有苦，你是因为有苦，你才要离苦的。结果你去追找苦因是烦恼，所以你就去灭烦恼啊。那般若就是这个作用。让你不起烦恼。我们说过，那么我们修行啊，不管你在家出家，你是修的什么法门啊？地藏法门、观音法门啊、净土法门啊，乃至于禅宗的啊、律宗的，不管你修什么法门，无非就是要离苦啊。那么你必须要先知道苦从哪里来，苦从业来，业从哪里来？业从哪烦恼来？烦恼的根源是什么？无明。由无明贪爱来啊，其实你就要了解到这个。那么因为这样，所以你第一个，你一定是要如实知如实见。我们说过，我们对治烦恼的四个过程，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先觉察烦恼。你不觉察，你没有这种觉察能力，那么你烦恼来了你不知道，那你永远没办法对治它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贼在哪里，你怎么抓贼？抓不到贼，你怎么样灭掉这个贼？阿罗汉叫做杀贼，阿罗汉就是杀贼，把烦恼断尽了啊。那你家里面有贼，你都不晓得是贼，他天天从你家里拿宝贝的东西走，他绝对不会偷你家的垃圾，他一定是偷你最宝贵的东西。那我们身体里面最宝贵，我们一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德性、慈悲、智慧、精进、忍辱啊。那么这些德性，你慢慢慢慢，因为你的烦恼一点一点的流失。你因为烦恼，耐性一点一点的流失，心不定了。你因为烦恼，你的舍心一点一点的流失。你因为烦恼，你觉察能力一点一点的流失，就慢慢慢久了久了，你越来越烦恼，你就越来越没有那种你本来可以来做的，一定有一点相当的德性。那你学佛一定有一些好的德性，跟法相应的德性。那么这一些因为你的烦恼渐渐流失了，就好像你很多钱。这个钱是你继承来的，那我们这个果报，我们这样的德性是继承我们上一辈子来的，你的业带来的，你走的时候带着你的习惯性，带着你的业走，你来的时候一样带着你的习惯性，带你的业来，啊，所以你慢慢慢慢流失掉了，你不知道，一点一点的掏空，一点一点的掏空，到最后就整个碎掉了，啊，所以你第一个一定要先觉察谁是贼，你把贼当家人。天天偷你最宝贵的东西，卖到你穷苦穷了，你的德性都丧失了，那么你还要怪谁？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养成觉察的能力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，你先不要说啊，你能念佛念多久，你能打坐坐多久，这个就好像说，你先不要说你一天可以赚多少钱，你要知道你一天赚10万，这里面有人一天把你挖20万出去，那你有什么用？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
所以你先不要说你能力多强，持戒多清净，啊，那个打坐可以坐多小时，念佛可以念多久，啊，可以过午不食，可以日中一食，可以夜不倒单。我告诉你，这些当你起烦恼的时候，都会一点一点的掏空，都会没有，都会不见，啊，这个，所以你第一点一定要是有贪之有贪，有嗔之有嗔，这个是佛教的，这个是佛教的，你一定要先觉察烦恼。所以杀贼，阿罗汉是杀贼，杀贼的过程要先视贼，要知道贼在哪里，贼在哪里，贼就在我们的无明贪爱里，它就在这里啊，它是在根源啊，所以缘起跟你讲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样的道理。那么你了解了之后，你视贼就是你要觉察什么时候有烦恼，为什么，你要先觉察我起了烦恼，你这个不觉察，你就会觉得你会烦恼越来越重，你会烦恼越来越重。人家射给你第一支箭，啊，你会接着第二支、第三支、第四箭，啊，那么你会因为烦恼而受苦，啊，你一开始会觉得我烦恼了，我才不苦，啊，比如说你骂人了，你才不苦，啊，其实不是，那个又长在未来，那个烦恼又会变成因，又会长在未来的恶缘，恶因又会长恶缘，恶因恶缘又会结恶果，你就永远没完没了。啊，所以第一个一定要认识烦恼，视贼认识烦恼。第二个才要进行控制烦恼，因为你一开始没办法嘛，你的力量弱嘛，贼比你大，啊，贼比你大，就好像一开始那个狗，那个老鼠比那个狗大，啊，那个狗还会怕老鼠，啊，但是狗会长大啊。长大了，他就不怕老鼠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？要慢慢培养自己的戒定慧，慢慢培养，那控制烦恼。这个时候你没办法消除烦恼，你也没办法调伏烦恼。很简单的一件事嘛。我们嗔恨心起来的时候，习惯性起嗔恨心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知道嗔恨心不对？是不是知道嗔恨心是三毒？是不是知道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？是不是知道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？知道是知道，做不到啊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很常见的，我以前是这样起来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是这样修行的啦。我就知道要忍耐，要忍耐，忍到最后，为什么都是我在忍耐？啊，又开始生气了啊！但这个是很习惯的哦。为什么你不忍耐，都是我在忍耐？为什么我修行要这么委屈啊？我告诉你，烦恼又起来了。那你没有察觉，你就开始不管它了哦。那开始又增长了，那火又在烧了。这个是很习惯的，所以一开始就是先觉察烦恼。觉察烦恼之后，一阵子之后，觉察力强了，你不会到烦恼不可收拾的时候，你才觉察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控制不了了。所以一开始就是到烦恼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你才拿一桶水来喷火，哪里有够？而你的水量不够，所以这个时候通常一开始修行都是这个时候，都是这个时候。但是当你开始会觉察烦恼的时候，你不会等到火烧到不可收拾了，你才要来灭火，灭不到。所以一觉察烦恼就在这里，这很重要。佛就是觉，念念觉而已。我们是偶尔觉，常常不觉。佛是念念觉，啊，那有觉还算好了，啊，就怕那个不知不觉的，啊，那个就比较麻烦。后知后觉还算不错，一开始都是后知后觉，然后做到最后就变成怎么样？有烦恼了就知道，有烦恼了就知道，甚至要起烦恼之前就知道了。我靠，这个就开始成功了。修行就在这里哦。你可以念佛念多久，啊，你可以念佛一串念珠念完一心不乱，可是一个人骂你一句你就整个都乱了，啊，那没有意义啊，意义不大好，没有境界当然不乱啊，对不对，啊，你没有境界当然不乱，有境界你还能不乱，那个才叫做功夫，啊，可是你怎么知道？你不知道啊，你没有办法对治啊，啊，那么所以你要地震来了才知道你的家盖得坚不坚固啊，这道理很多，那你就要保证，你就要保证这你这一生里面都没有地震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啊，不可能，啊，我们在这娑婆世界就好像我们住在台湾的地震带一样，啊，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你的房子坚固，可以抗震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一定是认识烦恼，就是觉察能力。这个觉察能力非常重要，啊，你如果没有觉察能力，你不要告诉我啊，你持戒多清净啊，禅定功夫都好，念佛功夫都好，我告诉你那个是假的。啊，真的啊，有没有功夫？不是看你能够做多久，不是看你能够一天吃一餐，能够晚上不躺着睡觉，是看你烦恼来的时候，
是看你境界来的时候起不起烦恼，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所以这个，因为有因有缘世间起，我们之所以苦轮回，是因为烦恼，因为有业嘛，业是因为烦恼来，烦恼是因为无明来，无明就是因为不知道诸法实相来，啊，其实是在这里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说刚才讲，第一个要认识烦恼，第二个要控制烦恼，完了之后就要学会控制哦，啊，因为一开始你没办法控制了，啊，一开始你没办法控制，那么勉强控制哈，啊，没有境界就好，有境界哦，啊，你就会越压越什么，爆发出来越厉害，啊啊，这个人来了，好，我学佛的人，我要慈悲，好，好好当做消业障，当做消业障，我告诉你，连续三次你看看。一次消业障，两次消业障，三次你就我业障真的这么重吗？好，你就我告诉你，你就忍不住了哦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我是过来人，我知道啊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老虎不发威，你把我当病猫啊？啊啊，我今天就跟你拼了，我也不修行了啊？有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也可以看得到了，周遭的人对都是有了，这个很常见的，因为我是这样做过来的，我知道吗？所以重点在于什么？尽诸烦恼。你这个所有佛法，可以说所有佛法就是般若。佛法之所以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，就在于智慧。就在于智慧。你没有智慧，你不要跟我讲你在学佛。啊，你学的都不是佛，为什么？共世间的嘛，外道也学啊，外道也有神通呢。你那苦那个耆那教持戒多清净啊，啊，他平常没有病毒的时候也要戴口罩，为什么？避免吸进去那些小虫。走路的时候要拿扫帚扫地啊，为什么？避免踏死那些小虫。清不清净？清净啊！你有他清净吗？他像佛陀以前苦行一麻一脉呢，一天一麻一脉呢，你过午不食算什么？他一天才一麻一脉，对不对？你有他刻苦吗？没有。啊，但有的人还有神通呢，可以看见这条牛，这条牛死后三世都做牛，他之前没有三死后升天，他前三世都做牛，他还有神通呢，但是他没有智慧，他把这个牛死后前身做牛，前三世都做牛，那么这一世死了升天，他把它连接起来，没有智慧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他就认为牛到底造了什么业，他会升天。观察这个牛都没有做什么啊！如果在台湾或是在其他的地方的牛哈，有时候还要耕田，还要工作。当然，印度有些牛也会，但是印度人把牛当什么？当圣牛，所以印度的牛很好命。牛做什么？牛吃草而已啊，没做什么、啊。他就得出一个结论：吃草可以升天，没有智慧嘛？这个叫做什么？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。你得到这个境界，不是解脱的境界，你以为解脱？这个原因没办法解脱，你却一直认为可以解脱，啊！佛陀就说，有一个人吃了持咒，一直持一直持，就觉得持咒就可以升天，或是持咒就可以灭罪。哎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觉得哦，啊！你要知道罪从哪里来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，你要灭这个罪，此无故彼无，此无故彼无，你要罪这个没有，你必须那个罪因没有。哎，这个道理要知道啊，这个叫做。这个不知道叫做非因即因啊，非因即因，你如果这个没有断，你这个没有清楚，你是不可能成就圣道的，因为正出果最早正出果所断的烦恼，所断的烦恼不是贪不是嗔是什么？就是断非因即因，叫做什么？戒禁取，戒禁取就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，出果断三结嘛。身见戒禁取疑，但是戒禁取见你不断，你没有办法断身见，因为你找不到正确的方法。戒禁取见，然后疑，疑就是什么？不知四谛，就是不知缘起啦。啊，对明缘起四谛的道理不明白、不清楚，疑，疑就是对四谛苦集灭道的这个道理你不清楚啊，不清楚、不知道、不明白、不了解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东西，般若波罗蜜就帮助你了解这个东西的，啊，好。那么戒禁取就是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。我们现在很多佛教徒都是非因即因哦，
啊，非因基因的多，非果即果的也有，啊，他做了完全身心感觉到没有，他就觉得解脱了，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啊，正出果，正出禅以为得出果，啊，正无色界定就以为得了什么，啊，得了涅槃，啊，这个也非常多，这个叫做非果即果。那么非因基因就是你这个方法是可以帮助你解脱，但并不是就依这个方法就可以得解脱。比如说念佛好了，比如说念佛了。念佛是帮你的增长你的信心，策发信愿，那帮你的心安定，那它是有功效的。但是 不可能因为念佛就得解脱，除非你证到后面会讲，因念佛三昧故，你证到实相念佛。实相就是什么？一样，一样就回到这里，见到缘起，啊，就是我们等到等下讲到再来讲。那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大多数的佛教徒不管在家出家都没有这种观念啊。那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这个是戒禁取啊。那然后最后才断身见，身见就是什么？身见就是我见啊，不执着有，不执着无，把我见断掉了。那你必须这两个先断，这个要先断，然后你这个就是你没有错误的观念跟方法，你有正确的观念跟方法，然后就可以得到佛法的智慧，般若可以断身见，其实是这样来的。那你这个道理不知道哦，我告诉你，多数人不知道哦，多数人不知道，盲修瞎练啊。那你哦，就是非常用功，所以我才说嘛啊，不管你多用功，真正的修行不是在你多精进，而是在你多清净，就是你心没有烦恼嘛。那你常常起烦恼，你也不觉不察不知，你也不管，你就是还是用那个方法。可是这个方法，你没有办法觉察到你的烦恼正在不断的增加，所以通常都是什么老修行的脾气大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，他有功德啊，他也做很多事啊，但是他没办法除灭他心中的烦恼，所以他能力越大，威德力越大，他的脾气越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下手。真正的老修行，有修行的人是没有脾气的，啊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但是就是比较没有像一般人的那些世间的脾气啊，啊，那嗔恨心是没有的。第一个要断的就是嗔恨心，啊，那这个是要服的，第一个要调服的就是嗔恨心。好。